拜拜。嗨，最近怎么样？最近就是烦呗，还能什么？为什么烦呀？老是睡不好，困，现在就特别困，说什么说呀？睡不好觉你就发脾气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叫起床气。从小你就这样吗？从小就爱生气？对啊。都什么事儿让你很生气？不如意，不是自己想的，有偏差就会生气。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我每天都在想宇宙的边界到底是哪儿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感兴趣的？小学。哦，可能不是小学，在五六岁的时候吧。我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考虑什么是死亡，第一次面对第一次。你愿意多谈谈这些吗？可以啊。我理解死亡在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是永远见不到了还是能见到，对吗？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，现在我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了，我们不聊这个了。说句实在话吧，我也不知道我玩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觉得玩好了烦，玩不好了烦，玩的不好不坏那最烦了那个，所以我玩烦了。